Hello， 大家好，得唔得皮斯拉咪？今日咧我就嚟到士嘉堡嘅安省中国美术会。点解嚟呢度？因为入边有好多大人物喺度啊，同埋有一个特别嘅节目，大家入去睇下咯。好精神幾話，仲喺度話，多謝。啊，好精神，係恭喜曬。一、二、三，笑子。葉議員送嘅俾安省美術會嘅感謝狀，感謝狀收到啊！收到，收到，OK，多謝。關議員、上司，我哋嘅會督，各位嘅董事同埋會員，大家好。咁今日咧有我哋安省中國美術會畫家聯大嘅譚石永上司90壽慶年展，咁好難得。今日我哋為咗慶祝我哋會家譚石永上司90大壽。咁我哋嘅資深會員陳秋賢老師同埋盧永照老師咧，就為我哋嘅上司牛宇監一齊舉辦呢次嘅展覽。多謝各位嚟參加呢一個畫展，慶祝我個90壽辰。喺呢一個會裏邊，我其實咧就應該報告一件事，係關於呢個會嘅。呢件事咧，同何胡景議員都有關嘅，就係、是、啊 ，Seneca 同我哋個學會而家有咗一個聯繫。咁咧 ，Seneca 咧就會啊開一個畫廊，呢、這個畫廊咧就係、是、代表亞洲嘅藝術。咁你哋知啦。在畫畫方面，亞洲咁多國家最叻都係中國啦啩。咁佢哋咧就而家建築一間新嘅樓，要3年後先至起好。個畫廊就設喺呢個新樓房裏邊。咁不過咧，佢個總裁就已經指派佢啊代表 Seneca 嚟同我聯絡。咁好好啊！咁我咧，佢哋心目中我哋同佢聯絡嘅代表人就係我。咁我哋兩師徒啊，好容易就傾掂成立呢個畫廊啊。我就有一個抱負，就係、是、將中西文化能夠我哋將佢融和。所以我咧就雖然90歲，我都答應我會同佢教一啲佢哋個學生。咁而家暫時嚟講咧，我哋就唔教多，我哋就選咗6個人，其中佢哋嗰啲畫啊，嗰日喺 Seneca 展覽，你哋都見噶，水準唔錯噶。尤其是有個英國，佢哋個書法啊，佢寫個書法啊，你哋好多人都比唔到佢啊，寫得真係幾好啊。咁我咧就會教佢哋將來呢個畫廊嘅工作人員啊，就係、是。用呢幾個嚟做基幹啊！咁呢個畫會咧，佢哋 Seneca 叫我提出一啲意見，我就始終都係覺得教到中西文化融和係最大嘅目的。如果你識睇畫嘅，你見到有啲細畫根本就等於中國畫嘅。
例如莫奈，望呢畫嗰啲水上嘅荷花，你話係咪似中國人畫嘅楊柳荷花？例如梵高，梵高嗰啲山水啊，全部用線條嚟表現。你睇我哋啲畫一樣係用線條。如果咁樣咧，我哋將佢溝通到咧，呢一個啊，成個歐美同中國文化融和，就我哋成為頭功。咁所以咧，我就都好希望佢呢個畫廊，我能夠同佢哋盡啲力。目前咧，我已經90歲啦，同佢哋盡力，唔知能夠盡得幾多年。所以我咧，仲會揀一個人嚟跟我，等於做我嘅承繼人。我希望3年之後，佢哋起好個畫廊，我仲可以幫佢哋主持呢個畫廊。而家嚟講，我哋咁細一個機構，同 Seneca 比，我哋話同佢合作，就似乎我哋自大咗啲啊。不過我真係同佢合作，因為我做嘢嚟同佢合作。嗰啲樣嘢咧，我就希望你哋啊支持我。因為唔係淨係畫會嘅問題，係中西文化交流嘅問題。而家我未見到過有一個藝術機構係做得到中西文化嘅嘢。你睇啊，今次我何秀、陳秋賢、盧永照，你睇佢哋啲畫，同印象派用嘅顏色同埋光係可以溝通嘅。你睇啊，秋賢嘅畫，佢用嘅線條同梵高可以溝通嘅，所以唔係唔做得到嘅嘢，係冇人去立心去做。咁啊，今次咧，我喺我生日嘅時候有咁樣樣，所以話係可以提高咗我哋畫會嘅地位，我好開心。我一啲私心都冇，嚟到加拿大之後，我就希望做到嘅嘢就係溝通中西文化。咁今日咧呢個畫展，希望你哋大家知道呢件事，就支持我哋個會。好啦，多謝你哋。尊敬啊，咸石李常之，尊敬啊，黄景史仪，同埋尊敬嘅画家陈秋远、卢允照，我今日系好高兴，而且我非常激动。呢次画展系咸石李90回庆啊，轮展呢方面，师傅做咗大量嘅工作，刚才佢讲。能融入喺我哋嘅中西馬會呢度做咗好多功，而且有一個構想呢幅師傅畫，你哋嘅睇睇，非常之白色同埋彩色嘅混合，非常之美妙，同埋呢啲畫。咁多畫之中都有好多個筆墨能夠融入到我哋個中西文化呢度。咁呢度咧，剛才師傅講，以後咧還有把我哋個會用石力加個會融合起嚟，做好我哋個畫廊。呢度我哋個演技美術會係好高興，而且呢度美術已經45年過去，美術嘅會員好多隻含石美術院響後邊大力嘅支持，佢係一個中國嘅。博學嘅文化又能夠做到我哋嘅文人畫嘅地彩喺呢度，唔容易。有幾十年嘅吳藝術嘅條例，同埋呢度係國學嘅方方面面做得好。我今日高興，多謝師傅今日講晚呢度大力鼓吹我哋美術會登上一層樓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今日真係好堅定，好開心。首先咧要恭祝譚石永先生90歲生日快樂。咁其實咧，更加咧要多謝個譚上司，因為多謝佢好緊要。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大家知道啦，加拿大尤其是大都市咧，多元文化嘅，多元文化嘅交流咧需要一個橋梁嘅。譚上司咧就能夠做到呢一個咁樣嘅橋梁嘅作用，其實係好難嘅，同埋唔容易嘅，要犀利呢樣嘢。譚上司嗱，除咗咧書畫犀利之外，大家都聽過佢講佛經佛偈嘅啦。譚上司亦係一個做生意嘅。奇才嚟嘅，哇！即係簡直係天才，多謝，犀利，犀利。你知唔知道咧？喺萬錦市咧，
我哋市長啊，對你非常非常之欣賞同埋尊重噶，你知唔知啊？好犀利！我哋市長咧，雖然咧即係對於多元文化好支持之外咧，對中華文化咧談上司咧 number one， 多謝各位，多謝你支持 ，thank you。成就，我的愿望得到实现，中西文化交流和 Seneca 合作成功。哇，好嘢！切蛋糕啊，呢家攞咗个蛋糕俾师傅先，好特别嘅小礼物，庆祝师傅嘅九十大寿而切嘅。除了蛋糕還有禮品的，除了生日蛋糕我們還有很多東西吃的，大家看看。我們就繼續吃我們的東西了，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，就會將所有資料放在描述欄裡面，大家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打開來看看，順便訂閱肥師奶有什麼的頻道，點讚留言，按下叮噹仔和分享給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Thank you.